少帅，现在去哪儿？爹都这么说了，那就去医院。等等，先去趟花店。 你说值班室，能习惯吗？我都适应了，没事儿。我看你都瘦了，一定是医院里吃的不好。来，你多吃一点，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才能更好的开展工作。哎，少帅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？ 少奶奶呢？她应该不需要我陪吧，走吧。这，正南，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。 我明白了你的心意，无论我做什么，你的心里只有金玉荣一个人。我放弃了，就让我在离开前为你做最后一件事吧。师傅，先去一趟北京医院，快点儿。哎，好嘞。 我这次离开，就再也不会回北京了。我跟郑南，啊，不，是少帅，前几天他和我在书房的事情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这次来，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无聊的事吗？上次我瞧见你们在吵架，我就去劝他。 不要惹大帅生气，陪他在书房聊了一会儿天。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。我相信郑南的为人，我们之间的矛盾跟这个没有关系。我承认，我喜欢少帅，我很羡慕你，可是我没有你这么幸运，能遇到像郑南一样的人，在我身边。 他们只是一些把女人当棋子的男人，所以当我遇上郑南，我喜欢他，这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。方小姐，你很坦诚，不过这次来，你只是为了说这些吗？请你听我说完。上次遇见你们吵架的时候。 我以为我有机会，可是郑南对你的爱实在太深，我看得出来，他的心里再也放不下另外一个人了。现在我要走了，我只是想澄清我给你们造成的误会，我不想你们再因为我而闹误会了，方小姐。 我很感谢你的坦诚，但这不代表我能够理解你的一些举动。我和郑南之间的事情，我们自己可以解决。你刚刚说你要走了，那就祝你一路平安，顺顺利利。玉荣，我只想告诉你，郑南他的心里只有你一个人。不论你们之间发生什么样的误会，都请你不要离开他。
外面有两个非常可疑的人，走去看看。 帅，哎，审得怎么样了？嘴硬得很，一口咬定是福建做买卖的，什么都不说。身上东西呢？在这呢。还有这个。接着什么？下手有点轻重，别把人打死了。放心吧。 接着打！家里军营都不消停，日本人对您真是下足了功夫。这事儿用不用跟竹内俊雄打个招呼？不用，他会过来要人的。那正好，新账就账一起算。哎，现在还不到算账的时候，我们要办大事，明天一早广州来人，你把他安排好，一定要保密。您放心，少爷，咱们一会儿是回军部还是回家？回军部吧。 金医生，你怎么来了？方医生家里有点事儿，那几个病人的情况怎么样了？嗯，有一个伤口化脓，我们已经处理过了。哦，有任何情况随时跟我说。嗯，辛苦了。对，我今天不回去了。少奶奶还没回去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 喂，你好，这里是北京仁和医院。金医生，有你电话。谢谢啊。喂。哦，方医生，病人情况已经稳定了，放心吧。别客气。嗯，再见。 国民政府的意思就是这些了，当然，我只是做一个口头转达，毕竟目前我们双方还没有，所以具体的细节还要等到下一步再谈。我明白。不过，如果少帅觉得可以往下进行，我可以马上把您的想法转达到天津，甚至今晚我就可以陪少帅一起去天津。天津，今晚？对。 国府的代表就在天津。这样会不会太突然了？少帅，大势所趋，时间紧迫，不能再犹豫了。少帅，竹内先生来了，您容我再考虑考虑。彦城，嗯，你带孟先生去后面休息，走后门。是。孟先生，这边请。 收拾一下，请他进来。是，竹内先生，请。竹内先生，好久不见。谢谢打扰了。好久不见，您好像瘦了。有些伤风感冒。 没什么大问题，少帅，这是内人从日本寄来的一点特产。
不成敬意，请少帅笑纳。竹内先生太客气了，替我谢谢夫人。请坐。竹内先生今天怎么有空来找我呀？有点小事，劳烦少帅帮忙。请讲。昨天傍晚，贵军东大营是不是抓了两个人？哦，我不太清楚啊，怎么了？少帅还不知道。是这样。 这两个人是做大米生意的日本商人，路过东大营，不知怎么就被贵军给抓了。哦，那我去问一问。嗯，是我，接东大营。 听说你们昨天抓了两个日本人，对，傍晚的时候。哦，是吗？已经招供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核实了，确实抓了两个日本人，不过他们不是米商，而是密探。是吗？是啊。 从他们身上搜到了东大营的地形、兵力、火力的分布图，而且他们已经招供了。这下可为难我了。怎么了？我受人所托，务必要把这两个人带走。什么人？这么着急把他们带走？这个嘛，是我的一位前辈，德高望重，和他们其中的一个人关系匪浅。哎呀，那这样实在太为难了。 竹内先生，您也知道，如果换做以前，抓到了密探，那是要枪毙的。现在宽松了许多，不过规矩就是规矩，不可以变的。我记得，不过眼下我们两方不是正在洽谈合作吗？所以，请夏帅无论如何给我个面子，高抬贵手。我保证，今后绝对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。 那既然你没有合作的意愿，为什么还往我的兵营里面派密探呢？这个，应该是陆军省的那些家伙干的。你知道，军人嘛，做事从不经大脑。哦，我不是在说少帅您。不过我担心，如果少帅坚持您的规矩，将来陆军省闹起来，恐怕会有些麻烦。听您这话的意思。 您是在威胁我？不是不是，我确实是替少帅考虑，希望少帅能给我行个方便。咱们两方合作肯定会有一些小误会和小摩擦，但我们都应该着眼大局，着眼将来，细枝末节的东西能过去就过去吧。您说呢？竹内先生还真是伶牙俐齿啊！哪里哪里。 在少帅面前班门弄斧。好，那既然这样，我就给竹内先生一个面子，把人还给你们。那真是太好不过了，感谢少帅的大度。不过你也别着急，程序还是要走一走的，不然下面的人怎么看我呀？这样吧，两天之后，成吗？一切听少帅安排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好。 孙副官，送客。朱内先生，请。给我接东大营。爹，谁又惹您生气了？ 你告诉我，方舟是不是被你赶走了？肯定是你，不是你就是玉荣，你们俩其中一定有一个。爹，您别冤枉人行吗？冤枉？这府里上上下下就这么几个人，难道是我把他赶走的？啊？哎，我说，你也别替那玉荣打掩护啊，肯定是他，不然方舟不会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走的。 你去医院把玉荣给我叫过来，我问他。
爹，磨磨唧唧啥呢？要说有什么原因能够让我留在这个医院，这个地方绝对是个重要的原因。心烦、疲惫的时候，在这儿待会儿。 今天我没什么事儿，一会儿请你喝茶去。方舟来找过我了。方舟？就是那个一直赖在我们家的那个女人。哦，她来找你干什么？道歉，告别。什么意思？ 他说这段时间，因为他的原因，让我跟郑南之间产生了很多矛盾，他很抱歉。他还向我保证，他跟郑南之间什么都没有，让我别误会。而且他要走了。走？对，再也不回来了。是他自己要走，还是赵正南？他没说。 不管怎么说，他走了是好事儿。这段时间把你们家搞得乌烟瘴气的，这下也算是清静了。哎，那你为什么还不赶紧搬回去？怎么了？方舟是走了，可我跟郑南之间的问题还没解决呢。那你为什么不去找他呢？ 我找他，我跟他说点什么呀？把你心底最真实的想法告诉他。你们是夫妻，遇到事情要一起面对，一起解决，总不能彼此躲着，谁都不见谁吧？可万一郑南，玉蓉，你从来都不是一个怕事的人，怎么现在变得畏手畏脚的？就因为他是我丈夫，我已经失去孩子了。 不能再失去丈夫。既然你害怕失去，就更应该去找他。再这样拖下去，你们之间的矛盾、隔阂就会越来越深，到最后想解决都没有办法了。希望我今天的话。 能对你有帮助，我走了。哎，博文，我别跟我客气。你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？老同学了，都认识这么多年，我能不了解你吗？哎，就这样，笑起来才好看嘛。走了。 好吧，人都已经走了，你们的事儿我就不管了。你和玉蓉究竟怎么回事啊？没事儿，挺好的。挺好的啊，天天在医院住着不回来，这叫挺好的？别蒙我了。哎，你呀，还是把她接回来住吧，毕竟她是咱们赵家的儿媳妇儿。等我从天津回来吧，先走了。 不送了啊！二位走好。
少帅，事儿办妥了。给我接梧桐会馆。喂，你好，帮我接梧桐会馆。少帅，喂，我是赵正南，请竹内先生听电话。竹内先生，明天一早。 来东大营门口接你的人吧，不用客气，再见。少帅，这竹内那么贼，肯定知道怎么回事儿。哼，他知道了又能怎么样？他能说什么？哼，少帅，您这招够狠的，让那竹内真是哑巴吃黄连。行了，去车站吧。 先去医院。黄包车去赵府。哎，好嘞。你好，请问金医生在吗？ 金医生，他走一会儿了。那我能用一下电话吗？可以啊。喂，帮我接一下赵府。是我，少奶奶回来了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 少爷，没回来，我这就去告诉老爷一声。哎，不用了，这么晚了，老爷都该休息了，我明早再去见他。也好。那你先帮我把这个放到屋里去。嗯，好。爹，早上好。回来了。嗯。坐吧。哎。
放下。你不知道他身子弱需要补啊。去，去把熬好的红枣山药粥端上来。是。爹，我都好了。哼。正南呢？不是他接你回来的？不是啊，我昨晚上是自己回来的。 他也一晚上没回来。正南公务繁忙，过几天就回来了。哦。哎，今天还去医院吗？不了，我想在家好好休息几天。少奶奶，粥来了。趁热喝吧。 谢谢爹。来，请。我给二位介绍一下。 这位是国府代表徐先生，这位是赵正南赵少帅。你好，你好。敌人徐仲文，少帅英明远扬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气度不凡。徐先生过誉了。少帅请坐，请。少帅这次能下决心亲自来天津面谈。 令国府上下都很振奋，少帅，您做的可是名留青史的大事啊！徐先生，过奖了。久闻少帅大名，今日终得相见，少帅真是年轻有为呀！年轻我人，有为嘛，还是我爹比较有为。这次来呢，我想好好的问一问。 朱内先生，这两个人的性子是太烈了，趁我送饭的功夫，夺了枪就跑，两个守卫实在是没办法，开枪给打死了。他们没收到赵司令放人的命令吗？收到了，晚了。收到命令的时候都打死了。谁开的枪？两个士兵。人在哪里？害怕，昨晚上就跑了。不过您放心，我已经派人去追了，一定给您抓回来。哼。 哟，朱内先生，您没事吧？我跟赵司令谈谈。哟，这可不巧，我们赵司令一大早就去廊坊，他表侄办婚事，等他回来，我立马给您安排，行不行？好，好，很好，我无话可说。那您看这二位的遗体是我们处理呢，还是给您，你们来？麻烦你。 这里不让停车，赶紧走吧，换个地方停。不是，我在这等等活不行吗？让你走就走，不是你能不能好好说？你，赶紧走，好好说行不行啊？走就走，能凶干嘛呀？赵正南抵京，与国民党代表向谭合作事宜。陈柱。 你贪你也保不住，帝国的念头让你给丢光了。在下无能，请前辈狠狠地责罚我吧。那是肯定的，但在这之前，你必须做出弥补。是。不要再跟我提什么怀柔攻心这一类的废话了。你马上找到赵正南，告诉他。
不要再给我们耍花样，拖时间。不计好歹的贱货，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情？让他休息，不要蛮干，制定一个计划。我们不要自己动手，万一出了问题，也还有退路。放心吧，前辈，这次我一定不辱使命。我这样行吗？尚奶奶可漂亮了。我怎么这么紧张？比跟正南去看戏还紧张。咱们快走吧，别让爹等着急了。好。这于老板的挑花车，那可是一绝啊！那身子，那扮相啊！大帅您来了，包厢为您备好了，请。哈哈，今天的贵客可不是我，是我儿媳妇儿，她能答应来陪我听戏，可是给足了我面子啊！爹，您别拿我开玩笑了。少奶奶能赏脸，我的祖坟可是冒青烟了。一会儿散场后，跟我们和于老板合个影，那是一定的。走，请。哎，请。哎，这边请。好戏就要开始了，干什么的？啊，给大帅倒水的。大帅，给您添水。好。真不错呀。前面火洞洞，定是那则巢穴。待俺赶上前去，杀他个干干净净。有道是不人活血，是焉能得活着？Thank you.
玉龙，小心！走。先在外面等着，你现在情绪不稳定，交给我，放心。拜托了，拜托了。喂，你好。好的，您稍等。少帅，找您的。喂，是我，赵司令，大帅遇刺了，正在北京仁和医院抢救。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少帅，怎么了？我爹可能出事了。走，走。过来了，可是大帅，失血太多，心脏也不好，随时都会有危险。什么？随时有危险？哎，玉龙，玉龙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没事。赵正南呢？赵正南，他还有公务在世呢。得赶紧让他回来，万一……对，你赶快安排病房吧。我这就去。金医生，赵司令的电话。你在这看好。
张楠，玉荣，是我，我爹怎么样了？爹他……你别哭，我马上赶回去。玉荣，千万别慌，一定照看好你，等着我回去。金色南风，却已如烟梦。少年骏马，扬鞭齐声。饮茶杨措，相识那一场。轻烟香味，云雀悄悄飞上枝桠。是匆匆一眼相隔天涯，日出日落的梦，烟树云卷脚步中，奈何一眼之间忘记天涯，凝眸日夜，多少思思念念，等待梦回自you